在本岛反应很快，没快要落的时候，他就蹲下了，他就蹲下了。你得等他回来，等一个大浪。我哥呢？那个在石头上坐着，在哪？哦，左方也正好。哦，我觉得浪又变大了，又变大了，是吧？刚才还好，对，现在又变大了。你那天乘风破浪那个来一遍，晃起来的感觉，来一遍，晃。